大家好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好冷啊！今天没有太阳，下点小雨。我现在出来看果，不知道大家鹿寨还能不能找得到鹿寨蜜橙啊？咱们过两天，这两天可能物流会恢复，所以咱们提前准备看一下。哎，准备嘛，盘下一批水果。哎呀，这新年在家待着，没事干也烦了，找点事情做去。加油！这是砂糖橘，叶子都黄了，这么多果。哇哦，都不要了，哈哈，多吧？你看一下，所有果全部黄化了，不要了。这里所有的果都是我的，这砂糖橘它没有价钱。哎呦，好多。这里也有，尝一个，这一大块地，这要摘下来的话，几万斤是有的。你看我身后这里多结，是不？啊，这果不好吃。快！酸了，这果没护理，接出来的是酸的。那这叶子都是黄的。你们看一下，走不走？酸，不好吃。我们去看蜜橙去。开始干活，新的一年新的目标。就是奔我们小无赖而去。今年只有一个目标，向我们小无赖奔去。加油！